前在做钣金的时候，这个都帮哦，引擎盖啊什么一直拆。你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去选择钣金吗？为什么？啊，我给他供图要敢供车，人都有我钱耶。你有想过无？你要知道了哈，当初为什么去选这个？七海八極拳防御工事キャンソニッ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投资理财没有稳赚不赔，总是有风险的，泰山你知道吗？啊，投资理财总是有风险，发生什么事？对，风险，你看风险，当啊，哇，这是风险，其实也还好啊，这稍微去吐掉了、这个断掉了、哎，这种就该啊，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？这个就是在交车的过程中不小心稍微碰撞，撞到我前面的车，稍微顶一下，一塞车嘛，就躲躲停停，突然前面的车突然停下来，来不及就本来卖掉的车、要交去高雄，他去高雄的路上碰到了，因为总是要跟客人讲嘛，客人就说啊，那他决定不要了，因为说还没交车就稍微碰到，他说这样有点不吉利啦，对，啊，说不想要了啊，那没办法嘛，对，这是风险。换个角度想，现在假设你今天来交车，结果我出去撞到，你也不可能说，我不服。我要退车，对啊，这是我们在外出的风险啊。啊，小事有讨论一下，他说有可能会把这一个项目取消掉。什么项目？就是送给客人的车啊，就是在交去给客人啊。你看，红线弄完你搭，你们坐在那边等我们过来，慢一点。有时候还会说，怎么那么慢？路途中风险的系数太高。万一今天我开车啊，不要说碰撞了，我再开一开，突然有一个石头跑过来，把我的玻璃敲破了。请问一下，当下我是要交还是不交？哦，还是算你的还是算我的？算石头的。我们是两颗会痛的石头。算石头的，你要告石头，今天要夜审这颗石头的，对吧？我一家族的石头都给你了，还好啦，我们公司都有保险，最少可以追对方。可是我们自己的车，就是现在公无赛啊嘛。还好我那一天我买一台车就台吧可以杀过来，还好一倍可以杀过来，可以杀住。重点啦，这个给他中啊，刚中钱。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左思右想，怎么想一想也不对，干脆自己用好了，把它恢复原状啊。这个要变成这样，这个要出来。其实它没有很严重啊，这个刚好这个大灯它是一个座而已，都被揪起来，然后大灯啊又挖掉安怎样？那它有钣金有怎样吗？那其实还好啦，说实在的，应该是蛮轻微的，比较严重可能这里啦，青蛙接掉啊，挑死人了。对吧？因为打针撞嘛，你会往内收嘛。这边哇折起来了，原本是平的，你看有没有？哦，对啊。加这省吗？一点点了，对啊。到时候就可能烤漆啊，脚断掉了，对吧？哇，这个 K 啊，忘掉啊。嗯。啊，烤漆到时候可能这个烤啊，这个其实都没怎样啊。对方的车就是一点点的落惨而已啊。我常讲的嘛，前面不是说哦，这个车怎么那么不耐撞？其实不是，但是撞一下吸收，缓冲掉了。对啊，如果很硬碰，这里面怎样？人夹住了。这个用敲的可以吗？就那个工具啊，我们大概开去弄一下就好了。那就没什么啦。它其实内装还不错，内装赞，都换过了，这都换过了。其实这个车之前是我卖出去的，嗯，说实在，那个车跟人就蛮奥妙的。他回去高雄就用不到车了，嗯，结果如果顺利的话又去到高雄，结果还是没有，他不能离开台北。好，我们就移车，等下赶快去我们后面搬一搬好了。啊，真的要自己搬？真的自己搬呢？哇，只是说真的很久没有自己搬了，但是搬 Tercel 用木头敲，哎呦，都有工具，工具都来啦。有没有？这个是弯起啊嘛，而且不够大机的，先自己这个大机。哇，这个加粗了，哇，大机嘞。有没有？这个应该也有 guilty， 因为到时候我们就整个大灯拔过来，嗯，所以这个好大灯做灯哦。其实有些是用机器拉嘛，机器然后这样一直往外拉嘛。对。对啊，啊，其实拉着这边就是加绣花这边啊。今天很好玩的啦。等下我们的片都是来找工具而已。然后打蚊子。这真的不是我们的主场，难免会有蚊子咬我们。像我们在公司都不会被咬啊，最好是。我福利控。我发
半年没压崩溃了。这样就好了，还没差不多了。哎，因为有你拍嘛，所以要用看看路的。正常来讲应该转账都起来了。不要，起来！我这螺丝干嘛换？我呀，请我掉。它这个是不是也是断的？对啊，它断了。对，啊，这个就是翘起啊，翘直掉，你看。嗯。所以这个出来，你看。哦，它这个。对啊。往上面拍就知道。对啊。然后它是。我们应该说，我们今天是一日系列。一日钣金师傅。对啊，吼，忘记了。哇，这真的是一点点而已啊！好，那就没怎样哦。对啊，大家好大点啊，撞上去如果太揪，等下它出来，真的太出来就把它敲回去一点。哎，好像有点比较高哎。对啊，这个这边稍微引擎盖应该是没有伤到才对啊。你用啥顶头拍火？哎，卡那么多。凹来凹去，还好。快哦！师傅的经验，对不？凹来轻呐。看一下哈，跳起哈，跳起啊！阿来卡多嘛？哎，对啊，这个缝也蛮大。那边也很大，如果两边一样就是正常嘛。哦，左手右手一样大是正常嘛？这样就不正常。招草蟹，不要麒麟臂。现在要干嘛？继续敲。对啊，继续敲啊，慢慢来啊。想拿大灯来比，看看差多少。那先拔、啊。好啊。七海八極拳，防御工事，キャンソニック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哎呦，哎、欸，科皮看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在看这个，我跟你讲，休想快转，因为这个是广告时间。哦，这个是 Ultra D 三，它这个是有两个版本，一个是标准型，这个跟商业型。标准型哈、哦，你看它就有两个镜头，有没有？这两个镜头都可以旋转180度。它两个镜头，一个是广角的，一个是望远镜。这个是望远镜，这个是独家 D 三独家做的。好、哦，来，还有另外一个，这个就是。商业版的话哈，假设你现在在录嘛，商业版的话，它是有一个夜视，这边有两个夜视，雅琪亚啊，不是啊，雅琪亚哦，像星光版一样，就晚上都看得到啊。假设你是开 Uber 啊、计程车啊，就什么之类的，好，这个是保护自己。假设你把它转过来，晚上是不是车上很暗？嗯，它有夜视功能，就可以看到后面。假设它拿出什么东西，刀啊，假设好了，还是拿出口红，你都看得到。为什么它有夜视？哦，为什么夜视啊？因为有空地，因为有空。啊，对啦，因为有空地，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摆夜市这样。不是、啊、这边呢，这两颗就是有没有？看一下红外线，红外线的啊，这照过来真的是蛮厉害的。之前我听过什么，不是说计程车坐一坐没有钱，不然啊，司机用睡底的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困度哎、欸，用睡觉陪他睡觉，抵车债，有没有？抵车资的。哇，便宜哦！这么便宜你敢睡吗？不是，我睡完之后，哈，我车子500，可是我一次要5000，哈，你要给他钱，对呀，那不是很麻烦，对吧？对，这是可以录起来存证啊，对，它还可以停车监控，好，假设这一个录前面，这个好，假设你停这样可以录这样，什么车冲过来撞到你，就是两个让它跑不掉，真的是蛮厉害的，还不错呢，这是真的是独家哈做的望远镜，这个有个好处你知道吗？不满意啊，然后一个月内都可以退，假设你退到他那边收到，他3天内就给你钱了。跟我们买车一样，好了，不错啊。光说不练没有用，等一下我们就装上看。还有这个，我们会送一台这个给大家抽奖啊，记得留言。普通版的，普通版比较强啊，一般的人用普通版就够了。看到时候资讯会台长会打上去，你们看一下，看这是怎么抽奖，因为应该是还不错，我们试用了才知道。好，我们今天马上装。还没有讲到这个，假设你现在固定了，它是磁吸式的，它是这样。好，假设先装好，先藏好车，你这个这样上去，好了，它不会掉，不会啊。不会掉，欸、真的吸得蛮紧。我再来就是，假设你有两台都买，假设你真的是兼差跑 Uber， 你就可以两台都可以买了，有没有？
还不错吧？哦，可以互换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头是公，都是可以哇！你看哦，换很快哦，上去。那你如果前后都要，就是前后后前面后面各装一个这样。对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、啊。哇，那我就大概先装就好了，那线我就不藏了，插电。其实不用藏也蛮方便的。它在那个，我们现在在外面了，这是一般我们行车记录器看起来是这样，这个是广角一百八十度嘛。对。啊，这个是可以这样转，转过来，可以互拍。哎，看看你右邻就不用用 GoPro 加上这个架，蛮清楚的。哎，还不错吧？你看口罩，口罩的字都看得到。口罩。对啊，一般看起来是这样。嗯。好，这样嘛，好来，它可以换镜头，你看，突然变大镜了。好清楚哦。这看起来就跟我们眼睛看起来一样。好，我们先用一般的看一下。哦，一般都是这样啊。哦。一般看起来是很一般的，啊，就是一般的。一般就正常。对，正常。我们就稍微照一下就好了。对啊，看一下有什么。哦，你看，现在你看这个车牌真的看不到，一般的看不到。你看这样走过来，你看这样啊，对吧？车牌跑出来了，还蛮清楚的。啊，现在我们在桥下了，云南处，我们让它稍微倒一下就知道了。我觉得如果有车祸就可以提供，蛮方便的。看起来画质都还不错，还不赞哦。啊，你就比对一下，跟你 GoPro 跟这个比起来会怎样？自己都想买一台，是真的不错。好，我们就。我们故意停远一点，好，你看了哈，离蛮远的啊。你看了，正常是这样。哦，车牌看得到吗？看不到，看不到，这样。啊，你看到拉近，拉近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对吧？就近了。假设你去电脑截图，那就可以稍微放大。对。对啊。然后我们拉近一点，等下被说炮说我们停太远。这个看起来的影像哈，其实就是跟我们眼睛看起来的差不多。嗯。好，刚才你看一下，真的是差不多。其实你其实当中你也不会特别去看的、啊，嗯，对啊，有时候你就关掉，有在录就可以了。他不知道它夜视功能好不好？我们夜视功能晚上再试一下，晚点再试就知道了。对啊，其实真的还不错、哦。对啊，好，记得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对啊，好，啊、记得去留言，有一台要抽奖给大家，我也可以抽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我会去留言。好，耶、yeah。就今天说的，拜拜。对啊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哦。你真的啦，以后用这个，用这个，不会输你的啊 ，GoPro 吧？好像，真的好像还不错。回来了，回到棚内了，好像还 OK 呢。对啊，可是这里啊，可是这边歪歪的，这里还是太 Q 啊。这里，对啊，所以这边还差一点点。哪里要敲出来？这个，这个整个要出来一点。这个，对，这个整个要出来。有没有？有、啊，好像比较好。先确定一下，搞不好再出来一点。哟、哦，哇塞，如何、哦？没有，准了。哇，再来就剩一点点而已。Q 我较顺的，好不好？这就是用阿铁棒啊。对啊，阿铁棒咧堵的啊。你这照片了？今晚变业余的，你他妈真的是职业的啊！八十岁，不然我才有看到讲干物拢袂记哩啊，真正吼、哦，太早了哈。可是钣金不是除了钣金还要一起烤漆什么的都要会？没有，钣金就是钣金啊。钣金就钣金。现在分越来越分的啊，以前引擎啊、电机什么都要来啊。按过金嘛，人家遇到钣金就是啊，你就切掉换一片就好了，门撞到就。现在已经都没有真正的师傅了、啊，都没有传承。对啊。查出来跟你讲，啊，你跳瓦掉了吧？现在引擎盖比较翘，引擎盖应该没中啊，应该是中间啊，中间那个要往下敲了一下。你要不要问一下？没晒，没晒。快的啊，问个，搞不好十秒钟就解决了。十秒钟也要，我们要自己。哦，好像有，有啦，来来来，再拉再拉，好像有，慢慢一步一步改变的啦。哦，我们只能要三头六臂的，算了，不够用。助理，请多一点就好了。是这样吗？嗯。你这礼拜助理的应征事项就会出现了，你是准备接电了？你要不要先盖起来看看？
哦，嗯，好，等一下，我有一个没有锁到，别耍别耍，不锁的别耍，不允许，现在不锁的都用去，先把网给往这里压哎。上去了，上去了啦！你那气泡真正不扩散，你嘛放不上来出来。也是啦，啊，这台车之后还要卖吗？要啊。然后减价了吗？加价啊！加价。都被纯手工打造哎，加价不过分吧？就是那个小灯的灯泡。哇，超了多。好，螺丝夹夹哎。好、哦、啊，那边灯爱甲公司先换。可以请多少？我这老爷刚三百块尔啦，泰山摄影费较贵啦，所以这个没有那么贵吗？没有啦，这個、就撞到都含在里面了，喷嘛，啊，这個、板这个板啊，这個、假设喷漆，嗯，好三千，工资大概500到1000这样啊，越多片就越贵啊。哦，啊，以前我也没在算啊，以前我怎么是做那师傅算？对啊。可是他这么旧，那一个这么新的会不会很奇怪？没办法啊，就故意把它弄成战损的。对啊，OK， 那你这边倒出去，到时候再装就好了。哦，因为它喷漆的时候就不用包了，我先帮你完成好了啦，好不好？其实干，太惨，太惨嘞，安尼都搭配啊。好像是哦，水箱罩只能换新的就好了。好，完成，耶、yeah ！哇、哦！我、oh、靠！被耽误的，我、oh、没有、啊、被耽误了，怎么？哇！先交车回来了，交车回来了。哇！免烤漆，敲敲打打免烤漆。好啦，所以这个以后有没有？我们还是这个考虑一下，我们再讨论一下，是不是不要再外地交车，那个风险太大。他这台车就是留着给隔壁以后女儿长大，读大学的时候可以开去上课。阿爸怎么办？好了，喜欢我们影片记得订阅留言，开启小铃铛。好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七海八極拳，防御工事，キャンソニック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晚上效果还不错嘞。你为什么要照里面？什么照里面？为啥照里面？这个就是专业版的，就是那个啊。如果你是跑健车的、跑 Uber 的，都可以用。乘客哎，然后去讲了，乘客啊，不要让人家给啊棒球棍，你也知道哦，要去棒球场。哇塞！有没有？哎，今天就是这样，耶耶耶耶。对吧？哦，泰山 B 哦，两 G 哦，一 G 两 G 三 G 四 G 五 G， 不错啊，还不错哈、哦。对啊，赞啊！看起来真的蛮赞的那个。我靠！哎呦，我帮你拍一下前面，你感觉一下。这是还蛮前面的大马路，哎、欸，对吧？还不错哦。比 GoPro 优秀很多。GoPro 变它比较暗，对不对 ？GoPro 比较暗，长这样看不到、啊，看不到，只是正常而已啊，也、欸、可以的。勉强没有没有啊，伟哥在哪里？伟哥出来，伟哥伟哥出来，嗯，这么小，看不到，你在看不到，后面哦，真的看不到，真的看不到，拿着枪比着你，真的看不到啊，哎呦，慢点胜啦，对不对？不要在那边玩啦，得到的人了，对不对？